没错，在 SNH48 的大团队当中啊，有一位成员是在去年正式毕业了。他用自己独特的能量呢，迈向了属于他音乐与多元未来的征程。那接下来的年度跨界艺人的荣誉就属于他，让我们恭喜鞠婧祎。有请鞠婧祎。掌声有请鞠婧祎来到舞台。扎实的唱功和唱跳，俱佳的舞台演绎能力，都是鞠婧祎的个人特色。她在2017年发行了个人单曲《等不到你》，更是成为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单曲。那2017年呢，对于鞠婧祎来说啊，是具有节点意义的一年。全新出发之后，今天荣获这个年度跨界艺人，怎么看待自己在过去一年里的成长和蜕变呢？因为可能也是叫跨界艺人的关系，所以我去年一整年几乎都在拍戏，所以今年呢，我就特别想要，就是说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，然后我也喜欢唱很好听的歌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抱有期待。然后呢，最主要是要感谢东方风云榜，谢谢动感101，还有谢谢东方卫视。好，我们也期待这个鞠婧祎的影视作品能够在东方卫视和大家见面。是的，恭喜小鞠，请稍作休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来揭晓荣誉。